all that I'd ever want. But I know you're not the kind of girl that I can really trust. No, 'cause you do whatever you want. Baby, what about it? 今天呢，我们人在梅岭哦，你看后面我们这个石碑，梅岭休息区，温川梅子矶。哦，这里呢，我就是在梅岭的登山步道的入口。为什么它叫梅岭呢？因为呢，这里就是盛产梅子而得名，所以呢，这里有很多很多梅子入菜的好吃料理。而这间文川梅子鸡呢，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家店，我都会一定会先吃一下它的梅子鸡，之后呢，在这里散散步，享受一下山林的气息，分享给你，我们一起去试试看，走。But I know you're not the kind of girl that I can really trust. No, 'cause you do whatever you want. Baby, what about it? I walk away. I won't get too far. I try to stay. Miles from where you are. Such a girl gonna break your heart. 那我们就从梅子鸡开始好了。好。嗯，我跟你讲，来梅岭哦，你就一定要吃这个热热暖暖的梅子鸡汤。梅子跟那个鸡汤味真的是相辅相成，整个香气会灌在你的鼻腔里面，会跟梅子香味，口水，嗯，没错。但是呢，它有那种鸡汤的香，对对，会很顺口啊，对啊。你在你喝汤的时候，我来吃个豆乳鸡。刚才我已经吃一块了啊，但是我真的非常赞扬它的豆乳鸡，它外面呢裹的粉有点像咸酥鸡的概念，它炸完之后看外面干干爽爽的哦，里面全部是肉汁，对，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屌。还是用辣椒吧，我这块是瘦肉哦，瘦肉的部分，因为它那个外面的脆粉啊，刚刚好，不会过硬，然后也不会说潮湿之后就烂掉。这个吃完人家吃姜黄鸡，我觉得姜黄鸡更厉害。真的吗？对，我超爱姜黄鸡。来一下，真的就像强哥讲的，非常吃惊，它那个香气啊，然后跟它保留那个肉的质地。都非常的强大，吃第二次还是这么惊艳的，还是那么好吃哎，而且它有一点那种冬阴功，化整体化整体，对，它那个皮啊，有点酥酥脆脆的，姜黄味道整个包覆在上面，超级香。姜黄鸡如果以后你有来文川的话，记得一定要点它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新品嘛，柠檬鸡，柠檬鸡以前没吃过，对，因为它是最近才研发出来的新品，我个人会喜欢。就是先吃一片柠檬，因为我刚才有测试过，先吃一片柠檬之后啊，整个鸡肉味道会更跳出来，因为口腔你会有一个清洁的感觉，所以像柠檬汁会上瘾的。整体吃起来口腔是舒服的，舒服，不能让你幸福，至少让你舒服，是这样的概念吗？对啊，是要舒服一次嘛。我们说鸡肉啦，吃起来舒服，他们真的很会处理这个鸡肉哎，柠檬鸡吼，它其实有一点像导游叉，然后加一个柠檬的清香。香料的对香料的味道，然后一点点姜的味道，对，很清爽，很清爽，好吃。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豆腐，我刚才这已经吃第二次哦，对，我还是觉得我会很惊艳，它上面那个扒的酱汁啊，即将我要喝起来，然后这样外皮，然后跟豆腐的质地，超棒，超棒。如果你来这里，你喜欢点那种一些山产或者一些海鲜都有哦，鸡虾啊，这种茄哥啊，都很不错。然后蔬菜呢，就是看你喜欢什么样的蔬菜，就自己点。那这个呢，我们点的是梅酱过猫，它超像日式的那种沙拉，很清爽。过猫很细致哎，很细啊。然后梅酱很清爽，真的好吃，很棒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先吃一吃，等一下跟观众做一个简单的结尾。我每次来梅岭哦，几乎都会来这边吃啊。对啊，它梅子鸡真的是，它汤哦越煮越好喝，然后鸡肉越煮越好吃。嗯，哦，然后我跟你讲，他们家那个姜黄鸡啊，也非常的棒，干炒的像番茄炸这样，它那个香味哦真的是很入味，然后鸡皮也很好吃，鸡肉又有弹性。不过你不用越来越近啊，你这样脸会很大，脸会太大。因为我没有麦克风啊，你这样越来越近，你的脸会超级大啊。人家会以为你吃太饱啊。好，换我啦。你觉得哪？梅子鸡是真的必点。然后那个汤喝起来顺口舒服啊，大家来就是一定是人手一锅啦，不是人手一锅，人桌一锅啦。但是呢，我更爱的豆乳鸡哦。豆乳鸡，然后那个外皮酥酥的，里面那个保水，然后富含味道和那个香气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而且每一口都是嫩的，这才厉害。对。
这间真正都厉害啦。大家吼，若有来摩尼亚的话，这间真正来吃看卖，非常棒，不会让你失望啊。